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教室里面上课的这些孩子呢有机会走出自己的教室。目前啊，这七年以来啊，每一次的活动就越来越盛大，然后参与的学生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宜兰大学这边的教授们跟老师们呢非常非常认真努力的准备这次活动，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真是收获非常非常的多，可以让小朋友用游戏的方式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科普，就是我们希望借由科普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有环境永续的观念。在学校的时候通常都是老师会教我们怎么做，但到这边我们是要教其他人要怎么做，这个地方是很不一样，很有新鲜感，然后就是很有成就感，很开心。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如果可以体验科学的话，去学习到其实小小的事物它也是有科学的原理根据在的，更了解科学其实就是生活。科学其实没有那么难，它是可以融入生活中，让我们从不经意的地方就可以学到科学。